我跑步1979年跑噶啦，我哋可以讲真系第一批环跑手啦。趁而家有机会啊，40几、50几、60几跑得就跑。以前咧就话跑到80啦吓，80后咧我仲继续跑嘅。哇，好舒服！跑幾公里啊，喺我住所度跑嚟呢，而家呢度叫做慈田老人院，又上又落，哇！咁啊出咗身汗，咁而家喺度唞一唞，哇！真係舒服，而且喺我而家又走嚟個海邊嗰度睇下啲風景，睇下海景。我而家今日我又唔係比賽，當年練習，咁啊一落也啦，哇！你睇啲景幾靚。我周伯咧今年咧就27啦，77歲。我跑步1979年跑噶啦，咁咪一路跑，咁又參加下啲賽事啦，跟住又有啲 friend 啊同我報下名啊，跟住咪玩下玩啦，有一年啦。當時我做呢種運動咧，全部都係西人做多啲嘅啦，華人就甚少啊。所以我以前咧都有跟啲西人嘅教練，都每個星期咧都抽一段時間，黃昏啊帶我哋上寶雲道咁走下咁啦，咁啊跟佢玩啊，即係跟佢學些少嘢啦。華人好少跑步噶嘛，因為當時嘅環境唔係好噶，係嘛？食兩餐成問題，點解啲華人即係食飽飯等屎屙咩就去跑步？跑步你都真係貪辛苦咩？梗係有啲些少問題，因為我以前咧做車咧，啊望下啲螺絲有冇鬆啊，趌起上，哇啲樓好似冧落嚟咁。收尾問下老前輩，喂唔好啊，你休息一下啦。咁講，因為睇下醫生話你鼻竇炎啊。我係咩？哇死！咁我走去睇醫生，有陣時啊，三五日咧唞唔到氣，我心橫翳住噶，收到料啊，話呢種運動咧對你身體好啦，咁咪通街走咯。我喺赤柱住咧，多數喺赤柱練跑多噶啦。我一個星期咧，起碼最低消費又3日。咁禮拜嗰日咧，如果有賽事出去比賽，如果冇賽事咧，我就練得長啲，就由赤柱就走去大浪灣，大浪灣翻赤柱。咁嗰度仲28公里噶。其次咧，想走短少少咧，走20公里咧，我就喺赤柱就沿途走去中環嘅酒樓飲茶。飲完茶個人舒服好多噶嘛！我後生犀利咯，我後生走火入魔嗰陣時咧，我差唔多日日走20公里嘅。嗰陣時40歲當紅嘅時候，有時日頭咧，咁啊朝頭早想走速度要唞一日半日，走6-7公里嘅快嘅，夜晚又走幾公里快嘅，咁啊聽日要休息咯，第二日走15公里慢嘅咯，係咁練翻嚟嘅。嗰陣時有好多賽事，有7個水塘杯啦，其次有30公里嘅石缸杯啦，咁跟住馬拉松啦，誒好多陸續啲賽事陸續嚟啦，咁我又陸續去參加，因為我中意咗佢啊嘛，咁我識嗰啲朋友，佢又係參加，咁又一路識得好多朋友，好多跑友咁，識到今時今日咯。到今時今日都係中意跑步，因為點解咧？跑步對身體健康開心啊！起初咧，我工作叫做排第一位啊！我跑咗10幾20年咧，調轉嚟啦，我所有運動跑步係排第一位喎。
嗰啲人嚟鬧我，黐筋嘅你，揾食喎，唉，咁個身體緊要嘛，你跑步跑得一年得一年咁啊，你就跑得到晚年年紀老啲嘅時候，你唔跑唔到噶啦嘛，尤其個馬拉松嘅，你跑得一年就得一年啦，唔通你話，唉，我呢兩三年唔跑啊，我隔幾年後先再跑，幾年後點跑啊，大佬？馬拉松要年年練就，起碼一年要練幾個咁兩三個。兩三個馬拉松㗎要，咁你先至跑到，你唔通隔十年八年就去跑個馬拉松，肯定冇嘅。趁而家有機會，啊，40幾、50幾、60幾跑得就跑。